快点，你抽几个了？我抽一个而已。一个，你可以抽十个。107号没中。没中，好。32号。32号，姐姐的呢？给妹妹，姐姐说要送给你的。对。今天好像都被你们抽完了，1、2、3、4，还有4个大奖呢。贴纸礼盒送我。哎，我刚才几号？啊，我刚才没开。你还没开啊？快点。都晚了。这个是今天。啊，这么快12了。等到姐姐的贴纸。对啊，贴纸这个14号。姐姐又中你的贴纸礼盒了，哇！马坚剩十个，有5的奖品，这怎么抽啊？他们要抽9张，剩一张哎，最后一张如果……再开。几号？71，好，没有，再来一次，还有别张，快！我还有一张，等等，我只剩我抽完这个就只剩2张了。对对对，35没有，好来，靠你了，就像得到了32号，我也连个都不想收了。我只想得到56，50，连55、56跟50，哎，不对，你看这边还有1、2、3、4，4个，这边有3个奖呢。他还没抽到全部4个。你抽5个了呀？嗯，我只剩2个。妹妹，你要2个，快！你2个一定至少会中一个吧？有三，还剩3个奖品呢。而且互相抽，而且。互相收到了要的，快点，妹妹，快点抽。姐你好熟，我互相收到了要的，对吧？贴纸里还是什么？啊，里面有好多贴纸哎，妹妹，快点，你的快点抽完啦、啊。怎么还有副卡？怎么又一个？嗯。我去拿。对啊，2个啦！而且我刚才说够了，我也有一个。妹妹，快点抽来，快点。抽了，拿到魔王机牌了。拿到魔王机牌了。拿不出来。这是贴纸礼盒的里面的东西哈。118，妹妹怎么这么厉害？只剩一个。118还112哎。嗯，最后三的应该都是有奖的才对啊。姐，你抽完了没啊？姐姐都抽完了。只剩我的靠力。只剩2号快乐礼盒、10号卡通大集合跟24号一个。小那个小玩偶。你要小玩偶？既然是要小玩偶。可以帮他换了呀！哦，现场奖，我们希望你抽到24号了。24号是小玩偶。93。哎，93没有嘞，奇怪了。可是这边已经剩2个而已，我竟然还有3个奖品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表示这间老板是黑店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不行。3个剩8。所以应该不许抽到小玩偶。好，这剪头发你抽一个。没有没有，剩2个，明天抽。好了。爸爸一个。没有了，好，小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，按下小铃铛可以收到影片通知哦，还要记得留言和分享哦。我抽到你新卡耶，这好像稀有的卡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